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即将来临，信诚国际保险与理财 A 合于12月8日在圣盖博士希尔顿大酒店举行主题为信诚所至，诚信为上的盛大晚会，答谢公司全体精英团队或同行业中各协作的单位，在2023年中齐心协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和诚挚的贡献。信诚国际保险与理财 AFG 在南加州的全体成员都悉数到场，共襄盛举。AFG 啊，信诚国际保险与理财呢，20多年是由 Frank Lam 啊，他是一个 founder 啊来成立的啊。那7年之前呢，我有接手了这个 AFG 信诚国际保险与理财这个公司啊。那我们呢，致力于呢。给我们的保险的经纪和经纪人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啊，然后给他们介绍保险的公司的这些不同种类的产品啊，服务于这些 insurance agent 啊和 agency。在2023年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在保险的部分。那像之前也是在疫情，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可能都无法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外国人客户 foreign nationals。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保险公司有很多的变化，例如说有一些比较accelerated underwriting 的部分，然后都有做一些改变。那之前可能都需要在没有办法在海外去接单的部分呢，现在有很多保险公司做了一些改变，也陆续的可以 accept 就是 LPOA 可以在海外签delivery policy 的一个procedure。 OK， 那当然还有就是除了人寿保险之外，还有年金的部分。那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说过去的一两年其实股市方面的动荡比较大，那因为这个因素呢，那也督促了很多利息升高的状况。那这样其实对客户来说是一个有优势的时间，因为很多的年金也提高了，不管是它的一些开户红利或者是说 interest rate 都非常的高，所以也会 increase 了很多的 annuity sales。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也401k 的离职潮，那换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把他的 401k 转到年金产品，提供一个保证的终身收入。在当天的晚会上，信诚国际保险与理财的总裁张青，还为在2023年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公司员工颁发了奖金和奖牌，并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创更大的业绩。新闻速递通讯社记者王福明，罗兰港市报道。